害。午安。你有耳环，今天光不一样，他眼睛会有那个圈圈。怎么只有单边？因为我只有买一个。谢谢北原的行李箱，午安。天口红，其实一样。可能是因为有擦护唇膏。嗨嗨，现在还没有，这个是好像是去虾皮那一天买的，去剪短了没有？这个是其中的一处。想嘟就嘟，我今天是用黄光，因为白光会，好像也还好。有颜色，因为很酷，所以就买了。本来在想要买黑色，比较百搭。整体来说就买这个比较特别，他都买这个比较特别，所以就买这个。它只有一个，而且很容易掉，真的很容易掉。所以，要么就是忍受它很痛，要么就是它会掉。反正我在家掉的应该找得到，所以我们就不用加这么紧。真的是很痛。午安。天人刘海，这是没有卷过的刘海。你不觉得今天他很，今天他很乖？这张 T 恤是口袋哟。out。好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先写真买下去，先写真还没穿，先买圣诞T。
谢谢有西西肉的粉玫瑰。不跟杨琼宣传，我等一下跟大家宣传。昨天是穿多厚才没穿外套穿？昨天吗？昨天就是穿，就是一个针织衫，然后外面有衬衫这样的衣服。是还好，因为至少我是穿长袖出门，不是穿 T 恤，没有单穿 T 恤。是不是可以写那个贴纸，请大家去买我的圣诞 T。Wait， 我们等一下，还没有开始。都用哪个？哎，在哪里？哎呦呦！啊，这个蓝色的，我要写。哎，在哪里？在哪里？看不到。就这样吧。这样子。哎，放哪里好？这里。圣诞 T 恤，我的圣诞 T 恤，像这样子的。到时候图呢会再往下大概2公分，所以会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现在这个比较高一点。圣诞 T， 20岁的。圣诞题到7号都还来得及买，如果喜欢可以多买几件，对，因为错过了就再也买不到，错过了7号就再也买不到，除非有人转卖给你，不然的话应该是买不到。现在这颜色是对的吗？这个颜色是对的啊，它有点蓝绿色。湖水蓝，这样子，对。这个白色不很透，这个白色我个人是觉得蛮透的，所以我里面有穿 T 恤，这样子。因为好像会蛮透的，但穿了一件就还好，而且这样比较不会冷。
穿了一件 T 恤，应该不会冷。只要多一件小小的 T 恤，怎么偷？你不拿之前，2019年的 T 恤出来，应该就知道，应该是同个材质。可是我以前看你们穿都觉得还好，但是不知道。男生又还好，男生没有穿内衣。不会看到透出什么东西，所以你们之前穿圣诞 T， 我也没有觉得特别透啊。收到你的候选，有收到了，还没有选。白色实际上蛮透的，然后佳丽的我忘记它的是不是这种印刷，就是这种。热转印吗？就是至少热转印这边是不透的，你知道吗？这边也看不到里面。至少这边不会透，这边涂满的。下面涂的应该都是，因为要显色。他想要显色的话，就用这个。可以买 oversize， 然后里面再穿。你可以买一件 T 恤，然后里面穿发热衣，这样冬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穿。现在发热衣有做短袖的、哦，所以不会跑出来。如果你手臂怕冷的话，你可以买长袖的。我觉得里面穿黑色应该，黑色的长袖应该也是蛮好看的，那种卡萨内基，穿两件。在 T 恤里面再穿一件，这种穿法也是可以。短袖的发热衣真的有短袖的发热衣，相信我。我前几天去 Uniqlo 的时候，我还有看到短袖的。我本来在想要不要买，因为这样就可以穿在制服里面。但是我就想说算了，因为跳了还是会热。对，有短袖的发热衣。看什么？女生的话，我就建议可以在里面穿一件 T 恤，这样也比较保暖，这样你也流汗也不用担心它会脏掉。就是脏掉的是里面那一件的 T 恤，是不是很棒？如果你担心你流汗，如果你想要穿两天的话，你就里面先穿一件 T 恤，然后脏了就换里面那一套，外面比较不会这么容易脏掉，就不会有那个汗渍的颜色。这样你就可以穿的比较长久。谢谢红的粉玫瑰，这个很好看，看嘛，它其实是蓝蓝绿绿的，然后后面是紫色，哎，反过来它就会变粉红色。呵，目前的圣诞 T 都是短袖，对，因为 T 恤。这样过来就会变紫色，是不是很酷？但是内在没外形，所以我就说穿多穿一件 T 恤啊，反正多穿一件 T 恤影响不大。对，但是你要买 T 里面的 T 恤，就要买那种比较贴身的，不然的话就可能它会从这边跑出来，或是它会从这边跑出来，就没有很好看。所以那种比较有弹性的那种就好。耳朵红了，没有，因为我耳朵本来就很容易红，所以就大家不用太在意。它现在没有很痛，其实很痛的时候呢，是连这样摸都觉得很痛，因为按太大力，按太大力就真的会很痛。但我没有按很大力，因为我想说我在家。
那两件还可以有两件明信片，对，去年的，今年的，对。明信片，然后你们会随机获得一张，买几件就获得几张这样，买几件就获得几张，就不用买升学证买八包，然后看可不可以抽得到，还不一定抽得到，所以就是买一包就抽得到，啊不用抽，买一包就会有，买一件就会有。一年一次，一年一次，365天只卖7天的圣诞 T， 你一定要错过了就会没有。然后这个时候还不是我的粉丝的人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所以到了他明年可能某天他突然变成我的粉丝的时候，然后他就会看着你们穿着这件说这件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全部的明信片做的，对，这是全部的明信片做的影片。申姐从1月之后还没真没中过，八包的钱能买3件，不知道买 L 的 oversize， 我买我这个是 M size， 姑且它可以遮到屁股 ，M size 的话我可以遮到屁股，我大概163上下。可以遮到屁股，所以 M size 其实蛮大件，我觉得，所以 L 的话应该是再大件一点。也就很后悔之前没买，所以呢，就是这次要把握7天之前要买，不然你过了7号的6点，你就会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网页。M 买 N号真的有这么小件吗？可是这是男生的 size， 男生的 M 号。N 可以，对 N 可以遮到屁屁，而且其实它上面，因为这个空间，它其实留蛮多的，就算再往下移2公分，你扎起来还是不会挡到图案。已经测试过，应该是不会挡到图案，除非你的高腰超级高。超级高，领口很小哦，领口是蛮小的，因为我穿我至少觉得它不会啷啷的，会这样子会看到。嗯，现在这件是 M size， 大概袖子大概我肩膀在这里，大概我的肩膀，然后。手肘，女生的话，我觉得你不想要紧身就买 M size， 对，反正就算衣服很长扎进去就好了，看不太到其实，扎进去就没问题，上面这些地方都没有问题。那 M size 可能就是这个袖子会再短一点的，然后就比较憋一点，不方便活动，我是这么觉得。问都不回，检举检举。刚好今天放假，今天放假，今天放假，今天不是礼拜五吗？买大一点就可以，就能哎还有变胖的空间。女生穿 M 的都比较多，对啊。谢谢安莎卡拉卡的枫叶，哎，错字，买一件 S， 你确定你要认真买一件 S？ 其实呢，这个圣诞 T， 它当初的颜色是粉红色，最初一开始的设计它是粉红色的，然后就改着改着它就变蓝色了。
是一开始是粉红色，找一下。买 S 表框起来，好像我当初放弃粉红色的原因是因为跟今年的太像，然后就把它改掉。在哪里啊？这个吗？它当初是长这个样子，这是我画到某次画到一半的时候，它是长这个样子。那个图到底在哪里啊？是不是在平板那里？表框，表框。是这样，到这里，我画到这边，然后就停掉，停掉它。粉色比较亮，是这边也比较亮，这个是应援棒，是高饱和度，高饱和度，去看一下。哎呀。好像比较不适合剪，我跟你讲，想剪的话还是可以剪的。反正整体看起来不一样，是没错。它本来有超级多个版本的，我跟你讲，我后来改来改去，然后就真的是超级麻烦。而且其实本来是包包头，我也不知道，反正本来是包包头。嗯，这样子，我还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跟原本的太像，跟19岁的颜配色太像，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整张都是粉红色，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不太一样。我应该有下载图片，53:9，哦有有有，我真的是原本跟真的是改的，还是吵架，黑白，他们说黑白很不像我，所以黑白就淘汰了，然后粉红色的话，好像黑色比较好。然后这个是比较太大的版本，这个是图案太小的版本，这又取了，这又取了这两个的中间，就是这个大跟小的中间，就这个大的小一点，然后小的大一点的那种感觉，这个再大一点，对，看，真的是我那个颜色真的是弄很久，你知道吗？颜色，我的框，这个框是白色，黄色，这个框是黄色。这是
绑上去的版本，这个是蝴蝶犬的版本，这是包包头的版本。你就可以知道我画它画了多久，因为我一直在改来改去。跟你们讲，我真的是想了一堆有的没的，你看吗？另外一个，你看我卡在二十岁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太亮了，什么都看不到。这个图长这样，这图长这样，妈，这张应该也可以用吧？我想说这个太可爱了，就没有放。我可以放在现实动态送给你们。刚还有蓝色的，但不知道去哪了，删掉了吧。改21。花花头没有哎、欸，我穿的一样是毛T。这上面很可爱，蛋糕，蛋糕很可爱。就想说好像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穿出门，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就我画完之后，我放弃了它。就是我觉得，哦，这个好像没有办法穿出门，然后我就又画了一堆，就是普通的字体、啊，超普通的。我普通用那个内建字体去弄的，然后这个是，这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也是太可爱了，就放弃了。哦，这是不是这个啊？这个图，对，我本来是先画这个的哦，我是先画这个。我是先画这个，然后后面觉得太可爱了。反而是先画这个人出来之后，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把它塞进去，这样，把它塞进去。对，是把它塞进去。因为怎么说，这样子我还对比一下，这是去年的，啊，这是今19岁的，然后我想说黑色好像有点像，所以我就排掉黑色了。我是删去法，你知道吗？我是删去法，因为今年是黑色，然后粉黄，然后我就去掉黑色，然后就变白蓝。变一个。第一合作，对的。对，他那个草稿图超丑的，我草稿图长这样。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我看到生日快一下，对，我那整个档案大到我的平板会宕机的那种，万坚持改，我一直在那个
摸索我的圣诞题，我摸了很久，我才上脚我的圣诞题。肩上那个叶不是虫，叶肩上那个叶是什么？太多版了对吧？我也觉得很多版。其实上一年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因为我真的，除非我第一个版本我就觉得它很好，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在那个压线前一直哒啦啦。我偷玩几件对不起我的概念，我跟你讲，我一定要找到那个超级大的档案，我真的是，跟大家分享我的作画工作，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可以看我一直哦，那个数字是圆周率，大家有猜到？因为我不想它太明显是圆周率，所以我就把它弄超糊。其实看不太出来它是圆周率啊，但是它就是一串数字。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改颜色，改颜色。颜色发现那个字体糊糊的之后，又重来弄，又重弄了一次字。他就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来弄去，那颜色又改来改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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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来改去。看，把它涂成蓝色，涂成蓝色，很像，很像发霉的数字君。啊，改来改去。哦，怎么颜色好像怪怪的？然后深一点又浅一点，深一点又浅一点，然后先把它放到 T 恤上面看看，先放上去，放上去再想那个颜色怎么办。哦，把它改成黑色，把它改成黑色。那个颜色现在一直在变，离现在越来越接近了，大家。啊，怎么又变黑框？哦，又变黑白，因为我想要尝试黑白，所以我把它涂成黑白，然后又把它涂回去蓝色。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那我应该等一下还会再把它涂成粉红色哦，如果照这个流程下去的话。哎，还没结束，快了，结束了。这是改发型的过程，大家，我改了发型。完事结束了，然后我后来去放大了，因为尺寸不够大，所以我去放大了。放大应该是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啊，卡住了，这个吗？它为什么有十分钟？哦，因为我复制是不是？完蛋，我要这样，可以快走吗？让我快走。很快转，对，他现在在快转，所以我花了他把那个时间压成11分钟。所以我应该是花了超多天，确定是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档案吧？放大的应该是另外一个档案，我觉得。这是哪一个？是这个吗？看一下，2893×4092。737×789，对，应该是这个。因为我本来的尺寸只有737×739，就是姐姐说超小，然后后来是重画。哎，在哪里？啊，不是这个，竟然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前面被淘汰的设计稿。哎，在哪里啊？难不成这个？可是他说他只有737耶。嗯？啊，这个是，就是他，就是你，就是这个十分钟的，十分钟大3000×3000的尺寸，大到他直接一直说这个画布尺寸太大了，那个他会运行的比较慢这样子，他还跟我讲。那没有办法，他就要怎么办？想被淘汰，想看被淘汰。刚刚就是刚刚那个被淘汰，就是刚刚那个，刚刚那些就是被淘汰。好吧，那我只能等他跑到大概6分钟的时候。影片有好几部，影片有好几部。因为我如果分不同的档案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影片。不要再提醒嘛，什么一个印衣服要这么大，我不知道，他说要我用 A3 的尺寸，然后我就说 A3 是多少，就是我估前那个 DPI 我是调到350是正常，但是那个700×700好像太小，他说太小，我说真的很小吗？你不能拉大吗？就让它有一点糊糊的。他说不行不行哦，我说可是这样我重画不想重画，但我回去我还是认命重画，我说真的要重画的话那个截止日期在什么时候。然后我就熬夜在那边想画，反正一有一秒就想说我能直接移过来的我就直接移过来，所以我框好像是当初有留着，我光当初框有先留着备份，然后直接拉大的话它不会糊掉，所以我就直接把框移过来然后拉大，然后字体的话是会糊掉的，所以字体我没有留下来，然后我已经忘记字体是在哪里找的，因为那个工程太多，我忘记字体在哪里找，然后就去搜寻那个字体到底是哪个字体，然后就再把那个字体重来一遍。我本来因为以为我找不到字体，所以我是一笔一画把那个 R E I C H I 我用描的把它想办法描的，想要让它看起来清晰一点，但是我发现没有办法。字体用描的没有办法像它那么清晰，所以我就放弃了，我就去找字体，然后那个圆周率也是圆周率没有备份，所以直接移过来放大会超糊，所以超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好像忘记了，但我就是把它放大嘛，忘记了，但我记得圆周率我没有重弄，圆周率是回到那个粉红色的那个时候，就是缩小版的那个蓝色的版本放大会太糊，所以我就回溯那个最久以前粉红色的那个圆周率的字，然后想办法把它这样转一转，看可不可以转回这个颜色，因为我根本不记得我这个颜色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有一点不一样。谢谢金佑的我是闪亮星。对，那个圆周率的颜色我不知道我怎么弄出来的，所以就是我就想尽办法让它接近一点就好，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我调不出那个原本的那个颜色，就是随便调随便调，因为我跟姐姐说你要我重画的话这一定会有某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还原它，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数字君的话也是重画，数字君是重画，然后颜色就是想办法能差不多就差不多这样子，但是差不多去描那个纹路，因为我想说重新画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画，所以我就是描它的纹路大概啦大概。直接吸颜色的不行吗？不行的，因为它是怎么说，我那时候弄是用滤镜去弄的，那个圆周率的字，这个圆周率的字我当初是用滤镜去调的，就是它是用色差这样去
调那个色差，然后让它有点错位这样子，就是调那个色差，所以我根本不记得我调多少，因为我记得我调了两次，就是先调一个色差，再调一个色差，它就会变成某个颜色这样子，但我忘记我怎么调的，所以我就这样，应该是往这边，然后再往回去这边，然后我就这样一直来回，就觉得颜色好像不太对，颜色好像不太对。好了，这个是放大的版本吧。应该是从这边开始，这个是开始放大版本，你就看看我开始放大的时候是怎么放大，因为真的是很麻烦欸，放大超麻烦，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你看我在想尽办法弄那个圆周率，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原本想要把数字圈放大，但发现太糊了，就放弃。重新描一次，因为放大会糊糊的，所以重新描一次，重新描一次那个图，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蝴蝶犬了。蝴蝶犬，然后我觉得好像那个有点细，所以我后来又加粗了它的线，这样子把它调一调，调一调。调一调，调一调，这样子，这样子，我就调整蝴蝶犬，调整蝴蝶犬，那个蝴蝶结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加粗加粗，我还做了什么？真的感觉那个数字君，数字君那边，数字君那边也是重描重描，因为圆一直画不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到哪？怎么又上去了？这边色，这边色。啊，这是对照对照图。突然有一个对照图，我怕我忘记颜色是什么，就开了对照图。我在干嘛？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把那个颜色先记录起来，那个彩灯的位置。彩灯是重新上色耶，那个 O 本来是用描的，描出来的字，我本来想用描的，但发现没有办法，哈哈。然后我后来又回去找那个字体，因为我超懒得找那个字体。结束了吗？还没。现在字体重来，因为字体糊糊的，字体重来。字体的框糊糊的，所以我把字体的框再贴上去一次，然后把那个颜色稍微补了一下，补上去，那个空洞补上去。刚刚有什么东西闪过去？哎，结束了吗？应该结束了吧？啊，还没结束。我在干嘛？现在又在干嘛？现在在干嘛？现在在干嘛？这是什么过程？哎。结束了，结束了，这是什么过程？最后那个是什么过程？没关系，我们不需要知道最后那个过程。都要自己忘记，我忘记了，好像是忘记是去干嘛。谢谢金佑的闪亮星。
对，请大家多多支持圣诞 T， 谢谢。我真的是，为了画圣诞 T。买起来，请买起来。为什么想画这个？我记得是我当初去找设计，就是因为我没有想法，所以我就去网络上找 T 恤，人家设计 T 恤。我是觉得有一个图蛮好看的，它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框，然后它有点歪歪的，然后上面有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嗯，有一个框好像蛮好的，然后就弄想办法弄一个框。这个框本来也是斜斜的、啊，但我觉得斜斜的很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弄斜斜，就把它转正，工程之后的，嗯，而且这个真的是。这个图是半途而废的图，就是它在七月的时候我画了，但是我画到一半我就放弃它了，因为有一个我完全不知道要放什么，就是我放了这个，这个真的不知道放什么，然后后来就因为我不是画了这个吗？还有这个图，然后我想说，还是把这个人塞进去那个框里面，就是因为我想说，那个图好像太可爱了，如果只有那样的话，然后就想说，那这个图就拿出来再弄一次，这样子，把它塞进去，这个地方就有位置了，不是吗？然后想办法把旁边看可不可以用什么补起来，然后就在旁边这里补起来，所以这个是直接。抓下来，然后直接贴上去，在这里。本来画包包头的原因，好像是因为想要让它凸出来，所以这边本来一颗，就想要它有凸出来的感觉。但后来他们说包头看起来很不像你，然后说嗯，真的吗？真的吗？好吧，好吧，那就改双马尾啊，这样子。最后就变这样，对的。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全部绑上去的高双马尾，然后，那个当初是最后完稿的图了，就是。高双马尾是弯稿的图，但后来姐姐跟我讲说尺寸不对，要我重画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个双马尾好像没有很好看，然后就把它，虽然我有挣扎，就是我要画成蝴蝶犬嘛，好麻烦哦，就是很想要放大，然后直接描图就好，但我就想说，画看看双马尾，画看看蝴蝶犬，然后就画了蝴蝶犬，然后就这样，那个卷发失望。那个卷发要怎么画？然后就这样，这样改那个双蝴蝶犬这样子，然后改来改去，应该可以吧？这样子，应该可以吧？然后就画，就最后就变成蝴蝶犬。对，而且是因为你知道，用手画真的是手抖到不行，真的是手抖哎、欸，手抖。所以他的头其实还是有一点手抖。对，我就改了一下他。这个是蝴蝶犬的，你要说这是零一也可以，
这是20岁，卡哇伊哦，卡哇伊。这边写的是卡米欧西，看得到吗？卡米欧西，你真的要拿到你才看得到，这是写卡米欧西。神推，然后这个就是雷奇，是不是看起来很有环球影城的感觉？没有。然后这个就是圆周率，传说中的圆周率，但它不是从3.14开始的，因为这边有点，因为3.14就会有一个点在那边就不好看，我就把它这样移上去，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段是从哪里开始。如果你看得出这是什么数字，你也是很厉害。这个是呜呜呜呜，没有，我只是觉得这里好像很空旷，感觉可以放个什么，就是那种会弹出来的字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写这个，因为漫画嘛，漫画感觉就很常会有这种字，所以我就画了这个。看，这是数字君，数字君，数字君原本是发霉的颜色，因为我想说整体都蓝色的，所以我就没有粉红色，所以腮红本来是蓝色，蓝色看起来就超级发霉，对。然后后来就想说啊，腮红还是变粉红色好了，然后就导致因为如果只有这边是粉红色就怪怪，所以这边就会多了一点粉红色，粉红色，粉红色。黄色，然后彩虹我觉得有点太突兀了，因为我整体只有3个颜色，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刷淡，刷淡就没有这么，就是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就刷淡的话那个彩色就不会这么怪怪，所以它是有点马卡龙色的彩虹，然后它上面写20岁，这个设计。发霉的中毒的颜色，他吃坏肚子的颜色。白色那一只是我的一个角色，我画的一个角色，他叫树之君，树之君是我的粉丝的名字。让他们取叫数字君，所以他就是数字君。他是一个零，那一呢？一不太常出现，因为一没有这么可爱，所以几乎我常画的就只有零。对，零，他是一个零。对的。所以大家请多买几件，大家请多买几件。今天才知道还有一啊，一就是长得像一，长得像一。谢谢奇瑞的啾啾你哦。我的贴图出现了，看的时候也很好看，但是一的变化性没有这么多，所以一不太常出现，因为一它就永远是侧面的一，不然它就会看起来像七，它就是永远它只有右脸，不是右脸吗？还是就是左脸，它的左脸。21岁考虑让一出场，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因为一没有脚啊，我画一的时候我都不会给他有脚，一不太会，一动不太了。
谢谢傅伟的香槟。滑板脚吗？大多数应该是也不太会帮他装那个滑轮子。缩小放头上也是放在零的头上。你的圣诞体好看，谢谢。变成道具居多，一很好变成道具啊。差不多了，我宣传一个小时嘞，宣传一个小时，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我们的官方，你可以预购的。配这件裤子没有？其实我现在穿的这件是短裤，只是它是黑色的。看起来很像，有搭配吗？不需要搭配啊，通常不会有不搭的外套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AKB48TV 的官方商城，都可以预购。孙家都拿去买这件衣服，请大家把孙家拿来买圣诞 T。等过了七号之后，我就不会这样说了。但七号之前要拿去买圣诞 T。谢谢龙门艾斯卡诺的戳戳你，超亮，超亮。其实我很喜欢这种耳环诶，只是我因为我没有耳洞，所以我戴这个超容易掉，就不太常戴它出去。换照片吗？照片通常都是跨年的时候换，是不是？不买圣诞 T 要什么？不买圣诞 T 要买什么？大家不买圣诞 T 要买什么？他们说戴一边，因为我觉得戴一边比较好看，戴两边的话好像有点太那个的感觉，一个就好。动一下就挑了，其实不太会，你把它压紧就不太会动，因为它其实会卡住。如果是耳垂就比较容易滑掉，因为耳垂没有那个边边，但这边有一个微小的沟，它可以卡在那个沟。戴这个耳环有点丑，我觉得很棒，所以推荐大家戴。哈哈，今天有点太叛逆，我也觉得，所以而且陈思雅那时候。在，然后贤弟弟也在，然后我就说，哎，这个好像蛮酷的。然后他就说，
他说他戴刚刚，他说他超不适合。我说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戴金色。他说我不适合。然后显弟弟就戴说我适合这个吗？然后真仔就说我觉得你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戴这个。他说他看起来比较凶一点。我说什么叫做我看起来比较凶一点？他说我们三个里面我看起来最凶一点，最适合这个。我不知道，他说我看起来坏坏的，这样看起来坏坏的是吗？他说显灵器不适合。好像没毛病，我比较适合简洁利落的造型，坏坏的适合是吗？他说这个我比较适合戴，但是他说他们不太适合，是这样子。是不是黑发？黑发看起来比较……哦，小女子也是黑发。我的发型看起来比较男生。肯定是应该就是比较像女生造型啊，所以我很常穿裤子出门吧，不是吗？是这种问题吗？是这个感觉上的问题吗？男生的这个，其实我很喜欢男生戴这个这种耳环，但是就是不要戴太多，戴太多反而很可怕。我就觉得一个就好，真的就一个就好，两个就有点还好，就一个，只能一个，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这个耳环只戴一个，一边只有一个，那戴在哪边都没有差，但是就是只能一个。不知道哎，就是两个通常很容易看起来没有很好看。金发再戴着就加重，金发吗？我吗？金发吗？绝对不会是金发，穿着比较中性一点，也是有可能，因为我不太打扮出门，除非我要拍照。男生戴耳骨的那种，戴耳骨的话，我也觉得蛮帅的、啊。但是我是说，有的人那个耳洞穿很多，然后这边要戴整排，我就觉得戴整排的人很可怕。戴整排的人很可怕，就真的一边就好。明天看到一对单边耳环，根本看不到，好不好？我看得到吗？这个好像是在东区买的，东区的某个小巷子的那种很文青的那种店。我忘记花了多少钱，但它好像也是蛮贵。为什么会想要借来借去？这边没有没有，它是一间小小的店，在开在很小的一条巷子里面。我记得它有卖黑色、银色，有金色吗？我觉得黑色、银色跟这个颜色好像是。然后我不知道店的名字，因为那是陈思雅找的，就是他说他要去那边逛。然后就是顺便进去，这样顺便进去，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在哪里。会变成，他好像说这是用什么烧，就是他有一些特殊的烧制的方法，所以他是有颜色的。但其实它不会随着光变，它只是这个上面是紫色，然后下面是黄色，然后中间是绿色，后面是紫色。它其实不会随着光变，它是本来它就有点渐层。我买了，他没有买。思雅去有消费，思雅没有消费。显迪奇买了一个耳环，看起来很有个性，不过感觉是在小孩。
再小一号吗？再小一号我可能会真的弄丢、哦。哎、欸，那这个至少有重量，我知道它在我耳朵上。再小一点可能会没有感觉，因为我真的没有耳洞，所以小的真的是超容易搞丢的。你用烧的，对对对，用烧的，然后就有延迟的样子，他是这么说的。吼吼吼！绿色，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到绿色了，而且我如果不想要，我就把它反过来戴，反过来就是紫色，紫粉色。我想说今天是这个，所以应该这里这一边比较适合。突然不碰就知道掉了，反光，有点偏蓝，因为我的灯是有点黄黄的，所以看起来会绿色。蓝加黄会变绿色，这个也是看。很多冷气机外机，应该是吧？超窄的小巷子，大概就是人可以走，应该不会有机车的那种小巷子。现在写法兰森的告白气球。这个耳环蛮酷，嗯，蛮酷的。它真的是没有耳洞，真的是要小心。我妈一直说你干嘛不穿耳洞，你戴那个很容易掉。我说我不要啊，我就是不要穿耳洞啊，管我。我穿耳洞，我的所有耳环都要换哎、欸，不然的话就很浪费钱，就先不要先。穿了还要一直保养它，我就觉得很麻烦。我这个人就是怕麻烦的人，所以我穿耳洞我一定不会去保养我的耳朵，就大概能哪天就它就发炎，然后它就烂掉，它就烂掉。而且我是一个不会每天戴耳环出门的人，所以它可能不知不觉它就会合起来。它就会合起来。现在是自己不要，对啊，我妈也有打耳洞，所以她就一直叫我去打耳洞，然后我就不要，怕痛啊，嗯。不要的时候，对，必要的时候才会改。他是付完圣诞 T 的钱，优秀，优秀，现在有还没付钱的。要付钱才算，没有付钱，你就等于白费了你放进去购物车的这个动作，你是买心酸的。是这样讲，对，就是用假，就是用假。这样才就比较。刚买好假音，刚买好假装有买，然后根本没付钱的。是蓝色。
绿蓝黄。我是戴在上面，我上面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夹，感觉超容易掉。寻找那个位置，一件参加活动，一件收藏，很棒。我老忘记了，好像200多，谢谢龙王 S 卡诺的告白气球，欢生日礼物，不是生日礼物。耳垂真的超容易掉，因为耳垂这边是平的。看过大家这边就要夹很紧，不然它真的超容易掉。在这边的话，他没有办法当戒指，太小。没有看。这样说真的还可以讲，听说是可以，但好像是会痛。因为它就会卡在那个洞那边，很不舒服吧。戴上面就比较可。可能有一点点。弹簧没有弹簧，为什么耳环有弹簧？大家明天会去西门吗？西门，会吧。会哦，会吧，去不了。新外套出现了吗？新外套真的超大件，我买的 XL 的，因为它剩 XL 跟 XXL， 所以我就买了 XL 那个颜色。我去的那间店啊，结果后来听说官网有 L 号，然后就是想说，
可是我已经把那个牌子剪掉，所以也不能换，所以就菜了。我在想明天要不要穿这个出门，穿出去宣传呀，穿出去宣传，有没有人要买？大家记得购买的，我穿出去宣传。因为是很大件，但大 S 号真的蛮小件的，我看那个其他颜色。就是那个这样伸直，那个手会不见的那种，超大。他也想到最后一件，感觉就宣传一下，我穿出去，大家记得购买啊。卖 XL 卖给你们。你要穿长袖？不用吧，我其实蛮温暖，它真的是很大。我昨天把它拿去洗了，很意外的它今天干了。我一直以为这种应该超难干，虽然帽子有一点湿湿，里外还好，里面都干了，里面是这种卷毛。真的超大，但我觉得穿起来很累。超大件，但真的很温暖，而且它连袖子都有，真的很赞。袖子也有吗？现在会太热吗？我觉得你如果穿 T 恤的话，应该是不会很热啊。就是真的只穿 T 恤出门的。雪人，这可以包到腿哦，这个外套可以包到腿哦，在可以包到很像。Oversize。透风吧，其实还好哎，因为它真的很厚。你要比20？羊毛的，对，真的很大件，这么大件。新外套，但它拉链在右边，我很不习惯。里面应该可以再塞一个人，我里面可以再塞一个人，哎，他帽子也有吗？他真的是很大。这个在外面的话，应该是不会很冷的、啊。
可以在外面睡觉。没有风可以吹得到我。我的头两倍，这个头谁的头那么大啊？这不就是为了保护你的头部？风会灌进去吗？你可以这样，这样还可以伸直哦，是不是很棒？睡袋，这是睡袋的概念，这样在路边休息也不会冷。如果是户外的活动，只有帐篷的时候，这样腿就不会冷了。这样腿就不会冷了，大家是不是很棒？脖子也会，脖子是还好，我脖子不太怕冷啊。太冷。好像这样睡，可能要买3XL，应该是还好吧。它的XXL真的是超级无敌大件的，脚很对对，脚可以，而且它这样脚还有那个毛，有那个毛可以保暖，可以整个人进去。对，这么胖都可以穿，是不是很棒？有深蓝色吗？有深蓝色，有深蓝色跟黑色、灰色、奶茶色，好像是吧？我记得有很多颜色，应该不会。现在打7折还是打多少？打7折吗？这个外套打7折，但因为我不想买黑色，因为我已经有黑色的外套了，所以我就买这个颜色。因为深蓝色就觉得还好，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灰色，就是灰色嘛，灰色。1399，对，139是打7折的价钱。这颜色很适合你，谢谢。海军蓝色 L， 官网不知道哎，但是我在店面买的，所以店面其实还有蛮多的，在市政府买的，在那个统一时代百货。因为我就是昨天去公司之前没有穿外套，然后去那边直接穿，然后就买，然后就走，就走。买就走，这样。还好我出门的时候是中午下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太阳，所以走路的时候其实不会冷，就是凉凉的风而已，还好没有很冷，而且我穿的那个至少有一点温暖。XL， 它剩 XL 的这个颜色跟 XXL 的这个颜色，它这个剩两件，然后其他黑色的话有这么厚的一排，对，但我觉得黑色好像太黑了，因为我很常穿黑色的裤子，所以我这样整个人就都是黑色，所以就没有全部都穿，买黑色。
团来，应该比较冷，应该是。冷气团来就比较冷，到底是什么时候冷气团来？黑裤、黑外套、黑头发，对对对，超级黑。我怕我整个人看起来太黑。已经来了，真的、哦，已经来了吗？我昨天真的，我昨天晚上真的是穿 T 恤跟这件外套在外面走，你知道吗？是还好啦，没有很冷，完全普通。全身黑很凶，是这样子吗？但体感就还好，对。可是听说下礼拜看那个气象预报，很常下雨，每天都在下雨。下雨就是很冷，湿湿的就会很冷。看完我直播发烧还住院，怎么看完我直播还发烧？大家不要感冒，大家都很担心我感冒，但我比想象中的很没有不常感冒。现在很少看到我突然身体不舒服。我的身体不舒服永远都是吃太饱，然后想打嗝，然后吃不下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应该跟直播无关，应该不是我的问题。你确定你没有穿厚一点？比想象中还强壮呀。对，对，我要么就是胀气，要么就是打喷嚏而已。我真的是很少感冒。感冒通常不是传染，感冒通常都是自己的问题。想起来又会给人一种体虚的感觉。真的吗？那还好啦，我虽然晚睡，但我还是有睡回来啊。我有睡回来。烧肉只能吃一口，太难过了，太难过了。住院真的是，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住过院。很难被钱很传染，真的是很难。睡美国时区，睡美国时区，我睡早上。这件吗？我觉得它有点灰，米灰色。我不知道是灯的问题，但我觉得它有点灰，就是偏灰。你打后来真的没有，真的没有零。我打 AZ 第二季是零呢、欸，你知道吗？零哦，真的是没有，烧都没有烧，不知道我有没有打。
因为完全没有住院的影响，完全没有。我顶多发烧就是躺在床上，从来没有去过医院，从来没有躺在医院那样子。无感哎、欸，真的是无感。应该说我发烧以来，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打 AZD 剂的时候发烧。我这样到现在已经19岁，根本没有印象我有烧过38度这种发烧。但是38度也没有算高，没有38度。对，都觉得39度是什么个体验。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人知道原因吗？体质有关系，对，而且我超不喜欢打流感疫苗，所以我从国中我大概打到国一还国二，就没有再也没有打过流感疫苗。只要他不强制，我就不会去打，都是靠自己。我感冒也不想吃感冒药，超不想吃，不吃药，死不吃，靠他自己好，靠我体内的细胞自己好。我妈都会叫我吃那个药粉真的是超级恶心。我昨天把它丢掉，因为它过期。这个真世界难吃，我上次也是我感冒，然后我妈叫我吞那个，然后就说我不要啊，我干嘛一定要吃？然后她就叫我吃，我真的是吃，我第一次吃那个，我真的是差点吐出来，我真的是粉都倒进去，我粉都倒进去啊，很苦，然后水倒进去的时候，就是差点连水都出来了，就差点这样整坨这样出来，真的是。吞不进去，超级有够难吃的，超级苦的，这是我吃过最难吃的药。那个是我吃过最难吃的药。真的，我从此以后我死都不要吃那个。我死都不要吃那个的感冒药，超级难吃。是药丸吗？但是药丸不知道哎、欸，没有。但我妈真的很喜欢买那个药粉。我能吃的药粉大概就胃散而已。我连益生菌都没有很喜欢的，益生菌就是那种很酸酸的那种味道，我不行。但胶囊，感冒药通常医生开的感冒药都是药力颗状的。我觉得你不吃药丸，我应该因为药丸比较大颗，我也是会怕卡住。我真的有卡住过，就是吞第一口的时候它在喉咙，然后要吞第二口它才会下去，这超不舒服。它卡在这边真的是超不舒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喉咙太干了，因为不喝水喉咙太干。下去之后，那个会卡在喉咙。胶囊会卡在喉咙，差不多，真的是快死掉。我可能感冒的时候都没有死掉，我吃完药我就会死掉，你知道吗？吃完药就会全身不舒服。所以，我就是能不吃我就不吃啊。因为我真的是超讨厌的，喝水苦涩，真的超级苦涩。
但是早上要吃药真的是很难。早上的时候喉咙就特别的，就是没有这么还没有开，然后吃药就会卡在喉咙。最好是铁的，对对，至少我不吃药，我不会怎么样。一吃药开始，真的真的，我有一次，我记得我早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因为我妈说我太晚睡觉，你给我吃 B 群，然后我就说我干嘛要吃 B 群，然后她说你给我吃 B 群，我两颗，然后她就给了我两颗，她就吞了两颗 B 群，然后我就去练习，但是我没有吃早餐，我没有吃早餐，应该是有可能是没有吃早餐的问题，所以我吃了两颗 B 群去上舞蹈课，然后就这样浑身不舒服，因为那个 B 群的那个药味一直在我的喉咙，然后就觉得超恶心，超恶心，然后就一直，就觉得超不舒服，就一直有那个药的味道。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喝那个。宝矿力再加那个 B 群，然后就整个就那个药味，你知道吗？那个不知道什么的味道就一直在我喉咙，然后真的超不舒服的。TP 怎么在感冒大流行？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我在 TP 从来没有感冒过，真的没有啊。我大概就打喷嚏而已嘛，打喷嚏。嗯，然后可能有点。喉咙发炎没有什么事，因为也没有发烧，就是那种吞个喉糖就会好的那种。对，我根本不知道有流行过那种大感冒在我们团内。跟你讲到什么，真的不好，真的不好，真的，我从此以后。都不敢在吃 B 群之后喝宝矿力，因为我怀疑是因为吃了 B 群，然后又喝宝矿力，就是那个整个味道就是这样融合在一起，然后就会一直在我嘴巴里，然后就一直散不掉。就算我多喝几口，它就是没有消去。小猪胆真的。我不知道，配管我保管，因为有时候运动的时候我不喝水，所以我要么就是带保管力去，要么就是我啥都不带，就是我要么连保管力都不会喝，就是要么就是喝保管力，要么就是都不喝，这两个选项，要么就是能量饮，就是大概就这样。我觉得。不会带水去，因为带水去我绝对喝不完，然后我就要带那个水回来，对，就不要。保温力已经很接近水，至少我喝的不是奶茶。你们就这样想吧，至少我喝的不是奶茶，至少我喝的还是运动饮料。谢谢。为什么那种？B 群会有一种，就是它吞下去的时候没有味道，但是它可能会有一种气的那种，有一点那个味道 ，B 群的味道，然后就会在那个我嘴巴里，因为太久没有吃就不习惯那个味道，然后就会觉得很恶心。安慰药物不好吗？擦类似，所以我就在想，应该是运动饮料的问题。可是我之前发烧的时候，就是我打 AZ 的时候，我发烧的时候，我吃普拿藤，我也是喝宝矿力啊，宝矿力加水，香菜因为很干，但味道不错，真的，就是会有一个 B 群的味道。吃药这一面，我吃药从来不是配温，我吃药永远配的都是饮料。虽然我知道不能配饮料不好，但是我就是会配饮料，因为真的是不行。顶多我可能吞的那个当下我喝的是水，但我下一秒喝进去的是饮料，所以我就想说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差，但我不如一干脆一开始我吞下去的那个当下我就是喝饮料。
对，反正我之前就是吞那个感冒药粉，超级苦。我就是那个喝完，我再就去找那个生活泡沫绿茶，要吸。但是我赶快把那个嘴巴的味道冲掉，赶快把它冲掉，不然我大概会整天都不舒服，就因为嘴巴一直有那个药味，我就整天不舒服。谢谢八块幺六的刚刚巴士，跟小孩子怎么样？我不太一样，有的小孩子还比较乖，他还会吃药。真的，我每次就是我可能喉咙痛，我跟我妈讲说我喉咙痛，她就说你给我吃感冒药，我就说为什么喉咙痛一定要吃感冒药？你真的很喜欢吃药这样子。他很坚持，他只要听到我喉咙痛，他就觉得我感冒。我喉咙痛不一定是感冒，你知道早上起来空气干薄，就是喉咙就会很干，就会痛，你知道吗？但是刚起床的时候喉咙是真的很痛，你知道吗？绝对不是因为我感冒。他真的很坚持哎，我只要跟他讲我喉咙痛，他就会叫我要喝吃感冒药。我记得我以前在宜兰的时候，每次冬天起床，他就很喜欢帮我倒一杯温开水。我不要，早上就是没有胃口，连喝水的胃口都没有。接下来是宝矿力，过敏鼻塞吗？不太，只能接宝矿力广告。你不会是睡着用嘴巴呼吸？没有没有，睡觉的时候嘴巴是闭起来，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的唾液没有分泌到嘴巴，然后就整个口腔都超级就很干，我吞个口水都会觉得喉咙很痛，对，然后过一下就会好了这样子。嗯，我今天早上就是觉得喉咙很干，所以我起来戴那个加湿的口罩。然后继续回去继续睡，因为我真的觉得喉咙很干，怎么都会，所以我没有在想办法睡。那我就缺水，没有关系啦。真的就睡着？为什么睡不着？就是戴在这边，而且我还戴眼罩，我是戴那个加湿口罩，再戴那个加热眼罩。你知道为什么要戴眼罩吗？因为我不小心开错，因为我早上起来就说啊，找那个口罩，找是口罩吗？然后我就拿了那个，因为它上面写 mask， 然后我想说 mask 是口罩啊，然后就打开啊，不对，这个是眼罩，姑且就用了眼罩，然后就整个戴着这个，要用戴着这个。然后就睡觉，我差点就呼吸不到空气，你知道吗？因为我戴了口罩，然后那边又戴眼罩，然后又有那有蒸汽，然后这边热热的，然后这边又被那个口罩盖着，然后又有点鼻塞，然后想说，啊，我平常睡觉的时候呼吸有这么大声吗？是不是因为我这边呼吸很困难？然后我就是这样。是很累啊，完全遮住了，好像还把这拉开，不然鼻子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拉开就没有戴口罩的意义啊。对对对，是因为我鼻塞，因为我早上的时候鼻塞，然后又干，然后我就想说要遮起来，遮起来就是会很大声。对好吗？没有，因为我是早上的时候起来才戴，所以我其实昨天晚上还是要睡。嗯，所以我意识到，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声音很大，应该是他呼吸声比较大，应该不是在打呼，就是
打呼应该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然后睡觉的声音很大，应该就是这个吸吸的声音很大。对，我记得我妈在我旁边睡觉的时候，她就会有一个，我就想说她好吵，我想说她好吵。我说这是在打呼吗？这应该不是在打呼，我就很想要把他鼻子塞起来，你知道吗？我想把他鼻子这样，安静点，安静点吸。他说他干嘛鼻塞？我想要这样，真的，他真的吸很大声。我在他旁边，我真的是睡不着，会等住，会等住，不会，他绝对会起来。我跟你讲，我如果这样弄他，他绝对会起来。真的有人会这样，然后呼吸不到他就起不来。我觉得我妈绝对会起来，我刚踹他一下，他就会起来。我跟你讲，他真的，他很容易起来。真的是，对，这种时候应该要，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睡觉很大声是因为吸不到空气，鼻塞才会来。然后我今天早上真的是戴那个口罩没有办法吸到空气的，平常就大概是这样。就这个力道就吸，就有办法呼吸这样子，但是戴了口罩发现，这个呼吸这个速度呼吸的话，有点没有办法呼吸到，才变成，还吸比较大力。要求应该是不会说要求，他应该会说干嘛？你干嘛？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鼻塞会鼻塞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单纯他呼吸声比较大声。谢佩勋的告白气球，侧睡，他是侧睡的人呢、啊。今天老师，今天应该不会早睡吧？哈哈。我什么时候是早睡过的？大家，总裁吗？我应该。听得懂，大概啊，简单的听得懂。早上才睡，嗯，很棒。不要太晚睡。来再去公司就好。
舞台好像很可爱，那个舞台好像是彩色的，马卡龙色，有三丽鸥，三丽鸥，那个舞台很小，很小。大家可以把握可以拍照的机会，是不是？通常在户外的时候都可以拍照。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六号出口到底有没有位置可以看表演。人家弄饮料应该不好喝吧？应该喝起来会是酸酸的。没钱买相机，哈哈哈。笑你，圣诞梯，这是圣诞梯，是漫画风格。漫画风格，水肿过，通常不太常水肿过，因为不太常吃重咸。我这个人没很少吃重咸的东西，所以不太常水肿。拿布的漫画没有拿布的漫画，这是一种漫画的感觉的 T 恤。现在写包子的盛典奖。杯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像漫画的格子，四格。不喝水会水肿吗？但是又听说人家说不喝水才会水肿，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水肿的原因是什么。期待，请去官网上预购。他是写一月下旬会送到，晚睡会哦。但是没有什么实感，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我要把肿就可能是眼睛肿，但眼睛肿有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一直。揉眼睛，或是我过敏，然后我就眼睛就会肿，然后就会双眼皮会比较肿。穿的是什么？我穿的是菜楼，但菜楼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大，但是我只是想说，平常工作的时候穿应该是大件一点比较好。
但水肿位置每个人不太一样。我水肿的话，通常不会肿到哪里去，但就是皮肤可能会有点，就是按那个会有颜色这样子，但通常不会看起来泡泡的，就是只是皮肤上面会有点水肿。方便吗？方便吧，因为制服其实如果你穿一个小外套，裙子没有遮到，我就觉得穿外套的意义不大。你就肿，肿肿的。穿差额比较方便吗？看着，如果你平常就没有很习惯 oversize 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袖子一直滑下来很不舒服，就是它太长了，就是它会变这样，可能会觉得很碍手碍脚。这其实是必备的，这样比较走在路上比较不会怪怪的，不然你就看到路上一个人这样穿着小外套，然后下面穿着超蓬蓬裙。没有，但是我以往通告的时候都会穿比较大件的外套，但蓝色那个就没有比黑色那件大件，黑色那件比较遮比较多，而且帽子还可以遮那个双马尾的那个蝴蝶结。不会冷，应该不会。通常袖口朝下，风也不太会吹进来。奶茶是，没有到奶茶是吧？平辉，谢谢，开心的要你好看。现在耳环，前面已经说过，是最近买的，近期买的耳环。帮我想一下晚餐是什么？我不会想晚餐那个。跟你推荐，我今天午餐是水饺。我昨天吃粥，昨天吃粥。昨天吃粥跟水饺，很棒吧？我跟你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午餐是水饺。昨天，今天是3号，今天的午餐是水饺，昨天的午餐是水饺。前天就不是，前天是炒面跟馄饨面，的大前天是水饺，的大大前天是小笼汤包。高丽菜，对，高丽菜只有高丽菜，只有吃高丽菜，对。就吃什么？没有，我只是在看那个。我大姨跟我说今天吃什么，她常跟我说吃水饺吗？我就会说好。对，他们点对，我真的觉得那个小笼汤包还蛮好吃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北的小笼汤包的那个。汤汁都比较油，就是会有点腻。
但是它是好吃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加酱，就是没有那种醋什么的，比较清爽，也没有吃姜，所以可能会觉得有点腻。怎么分享接受度最高？比较油，就是真的比较油，它的那个里面的肉汁比较油。嗯，可能我吃了3-5颗，我就差不多腻了，差不多腻。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但是它很意外，就是它外带回来，它的里面的汤包都没有破，然后很干净，它也没有放姜丝在上面，它都是另外包起来，我觉得很方便。我根本冲一冲那个盒子也不用洗，盒子也不用洗。我有吃完好不好，大家？我有吃完它哦。还很喜欢配姜丝，皮很皮还好，没有很腻。但我前几天忘记，我有一次他帮我买了煎饺，但是煎饺我吃的很生气，因为它全部都黏住，然后我想要把它撕开，真的是我撕的过程它的皮就会裂开，然后它的肉就会直接跑出来，然后我就想说是什么意思，然后几乎每一颗它都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就吃的很生气，它没有办法完整的离开那个皮耶，我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八方不是八方哎、欸，但是是真的，真的是撕不下来。然后我想尽办法找那个位置，你知道吗？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它就是会破掉，它就是会破掉。我想说这个煎饺是发生什么事？它好像我忘记是10颗还是8颗，反正它就是几乎每颗都会破。然后想说怎么会有每颗都会破的煎饺？花生和水分，可能是它外面，就是它外层也没有，是也没有抹什么油之类的，反正它超难撕开，它就是。它根本它比水饺还脆弱，你知道吗？就是完全，它想要剥开它都剥不开，是真黏死的那种，黏死的那种，就不是这样会慢慢分离的那种，是它就是黏死，没有办法分开，它分开它就破掉。煎饺，我跟你讲，八方云集至少它分得开，我跟你讲，八方云集它至少分得开。但它那个真的是，它皮我觉得它算厚，但它就是黏得超紧。哎呀，至少，我吃一口它就会炸开，然后那个肉就会全部掉出来，还碎碎的，因为它捡不起来那个肉。就想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麻烦的煎饺。我真的是那个黏住，它就是让一片的煎饺好像直接夹起来，这样直接从侧边开始吃。他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超困难。”想吃。然后我不是说我吃馄饨面，我觉得那个馄饨面没有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他不知道为什么很清淡，就是它的清淡不是。清淡，它清淡是没有味道，水，我都怀疑它什么都没有加，它可能是白开水，应该不是煎饺。出门了，拜拜拜拜。我真不知道，真的，哪里真的我不知道。康熙宇的告白气球，碰外面，因为他就给我
馄饨面的选项，所以我就选了馄饨面。对，但那间馄饨面真的没有很好吃。馄饨很油吗？我觉得要看欸，我喜欢吃馄饨那个皮，就是那个肉，我是不觉得它一定要很多肉，就是我就只是想吃它那个很容易破掉的那个皮。嗯，那其实馄饨我没有很就是在意它中间多大一个，我就是想吃那个皮，我只想吃到那个皮。而吃那个馄饨，就吃那个面粉，面粉皮。因为内馅会调味，所以内馅。5点了。抄手呢？我不是会吃抄手的人，抄手不就是馄饨加酱吗？我不是会吃抄手，不懂抄手的，喜欢的点在哪里？下班前最后宣传一波，这个是我的，我明年的。明年一月是我20岁，明年的圣诞 T 恤，生日 T 恤，现在在我们的官方网站的商城里面可以预购这件 T 恤，到12月7号，这件 T 恤到12月7号以前都可以购买，如果错过的话，就要等明年的12月。才能买下一年的版本，这是明年的1月的版本，在这个12月1号到12月7号开始预购。一年一次的生日 T 是我自己设计的，花了很久，花到我都快要吐血的那种，很久。对，只要买这件 T 恤就会附赠一张明信片。明信片就是上面会有我的照片，跟我穿这件 T 恤的，我穿这件 T 恤的照片的一张明信片，然后上面会有我的签名跟一些我写的东西，我画的东西在上面，然后买一件就会附一张送给你这样子。他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以往要拿到签名的话，通常是买我们的生写真，然后要买到7包才可以抽。你想要抽的那个成员的生写真，但是呢不一定抽得到，而且7包其实要花蛮多钱的，所以买这个生日 T 是获得纸笔签名的最佳途径。这是获得这样100%保证你会有一张签名这样子，而且上面写的东西是随机的，所以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就是我可能随便写，我可能会画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如果喜欢都可以上官网上面去看看。365天只卖7天，错过你就要再等365天。就是这样，对，到7号。7号的晚上6点，然后记得要付款，没有付款就等于你根本没有买到。画的内容不一样，我以往明信片就是我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所以而且这个明信片就是我画完我也不知道是送给谁，所以你们就是可能会拿到某一张这样子。所以就能珍惜。
随机的认真写。就是这个也有分 size， 大家如果有男生的话要穿到 XL 也可以，也有 XXL 3XL S 好都有，多买以后还可以卖给没买到的人。对对对，避免那个今年还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的人明年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停止贩售了，他已经停止贩售了，就会买不到。除非真的有粉丝刚好他有多买，他可以卖给你。但如果真的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因为大多数的粉丝他就会买自己的一件跟一件收藏，他是两件。两件的话，你如果说你想要，他也不会，他不见得他会卖给你。所以，就是你们就先抱持着根本没有人会想要转卖给你，所以自己买，自己买一件。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转卖给人家的话，你可以多买几件，我是不会介意。但请原价，但你可以折价，就是你把明信片先 A 起来，然后把 T 恤卖出去，这样，对吧？或者圣诞提出你要出多少，转卖通常不会有自闭明信片，对，因为他就 A 起来说，你没有圣诞 T， 那我可以卖给你圣诞 T， 但是没有明信片这样子，就是跟人家买 CD 什么的，买唱片说，哦，我这个空盘可以给你，但是生写真在我这里哦，就是我没有附赠生写真，对，说不定新加入的粉丝他其实也只想要 T 恤，他没有想要明信片。对，就预购7天，就预购7天，对的，叫礼拜几？7号是礼拜几？礼拜二。嗯，谢谢默默的红玫瑰，谢谢大家的红玫瑰。啊，握这次的机会，对的，一年只有一次，20岁的纪念生日 T 恤，20岁的纪念生日 T 恤。Okay， 如果之后有活动的话，穿的几率也是蛮大的，尤其是握手会的时候，跟你讲，一定会有其中一部是圣诞 T。对，一定会。有一部是圣诞 T， 我们就可以一起穿，这是同款，你一年有一次的机会可以获得同款 T 恤，这件很好看，这件的话应该已经算能穿出门了吧，对，下面随便穿个黑裤子就可以搭，真的，反正大家应该就是除了黑裤子也不知道什么颜色，对，随便一件黑裤子，随便一件外套，应该就不会不好搭。对，如果你担心白色 T 恤容易弄脏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先穿一件 T 恤，就至少这样你流汗的时候不是先弄到这件 T 恤，买单了，直接套一件大雪 T， 滴到酱油的时候呢？滴到酱油的时候，那就是你浪费掉900块买这件圣诞 T 的意义。它就是你浪费，不是我的问题，你自己低到那个不是我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好呢，我要穿面牌
穿搭没有，没有多一点穿搭。嗯。安念今天的排名，哈哈哈。今天的第十名，今天的第十名，谢谢齐月跟傅伟，谢谢。第九名呢？第九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八名是十一，谢谢十一。第七名是金佑，谢谢金佑。第六名是开心，谢谢开心，谢谢开心。第五名是龙王艾斯卡诺，谢谢龙王艾斯卡诺。第四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三名是包子，谢谢包子。第二名是柯基鱼，谢谢柯基鱼，谢谢柯基鱼。第一名是八块鸭肉，谢谢八块鸭肉。剪短发，你说这样吗？这样看起来让我剪短头发是蛮像。没有剪头发了，请大家多多宣传我的圣诞 T 恤。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实体的话，我明天可以考虑要不要穿它出去。穿的时候还是穿制服，嗯。明天的温度有点难，走。你说明天的温度有点难穿 T 恤吗？你当做我为了什么买这件外套？我就是要在这件外套里面穿 T 恤出门，我才会买这件外套。明天见了大家，明天见了大家。爸爸，爸爸，明天见。我穿那个五单字母，然后外面套圣诞 T， 然后。当再套一件外套下车这样子，我会被挤着打，好，拜拜。